在中国长大，中国是我的过去，也是将来的一部分。我希望能做自己喜爱的华语音乐。我是二号 Jared。我喜欢的音乐类型是 R&B 和 Hip Hop。每当我听到他们的时候，身体的每个细胞都跟着跳动起来。是否大家也有跟相同的感受呢？我是七号 Richard。新秀歌唱大赛温哥华选拔赛2011超级新秀耳邦7月9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隆重举行。